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品大胖。接上我爸，上我姥姥家，把我老妈接回来。哎呀，在那待了五天，不知道待的怎么样啊？应该能挺好啊，心情好，差不少啊。走，准备出发。买个西瓜呀、啊？买个就是这路的，就像黑美人那样的，6块钱一斤。六块钱一斤西瓜？嗯。现在西瓜那都两那三块多啊！我买的是小的，跟那不一样啊！我说的，哎呀，这条道太好了，这条道，这是那天来没这么亮堂啊？那叶子没出那些，这才几天？五天整通亮了。五天，哎呀，一天的一个样，太漂亮了。你还在这呢？啊。哎呀，这小葱这几天又长长了。啊，今天挺管饭呐。挺管饭的，我一看呢。那你看你们来早的。那你早说呀，我这早上就不吃了，刚吃完呢。那你看我这给你煸啥？这啥菜呀？这是豆茄子干啊。茄子干炖肉。茄子干炖肉贴大饼子啊，贴大饼，你看带馅儿的，带馅儿的大饼子呀。啊，那你看看那肉馅儿，这肉酸菜啊，白菜啊，酸菜。哎呦我天哪，整的高级呀、啊。那咋的？你这菜这老硬了，玩就呀。咋要什么？啥呀？别玩就拿瓶酒。哎呀，这家这外甥，给我老拿俩罐头。我老睡觉呢，这是。要换网天哥来了，刚洗完澡。这小蝴蝶，昨天来的，前天来的。昨天呢？有蝴蝶。你在这边住的？嗯。那你下样是在这下，是在东头下？在这下呀。在这下，缸呢？缸那么大吗？哎。你还看缸？多少豆啊？20。20还不够吃吗？正常下多少？正常下小二都你下大酱是那味儿吗？咋不是那味儿呢？就是臭的红那味儿。对，一个一个味儿。嗯，你可别下。你下酱不臭不要不吃。你可别下，像老剩下下那味儿，稀臭。啊，就要那味儿。就要那味儿。稀臭的下那味儿。还说呢？这家才香呢。这家臭呢，还香呢。全让那臭味儿呢，那没有那臭味儿能香吗？就东北酱的，东北特产的味儿都。那田野泉味儿臭不臭？那它没有田野泉味儿臭。没有田野泉臭啊？田野泉是不是有点臭？田野泉过去有一款酱比田野泉还臭。啊。那个味儿吃心特别得意。吃心就要那个味儿，臭鸡蛋似的，有人愿意吃鸡蛋啊？那满屋飘臭。但是咱们下那酱吧哈，臭是臭，但是特别香。那闻着臭，吃着香。对，吃的特别香。你好像也不那么臭，不那么臭了，那是你习惯了。还那味儿，没有那么臭，没变味儿。田野泉从来没变味儿，现在就这小葱配上田野泉，那都没治没治的了。哎呀，这小葱那家老好吃了，老好了。我那天挖点儿吗？嗯，那都挖没更好，挖没省栽还省劲了。嗯，哎，你要这的话，没有了我就买20斤，我就栽20斤葱就完事儿。完事儿就上不上西宁啊？完事儿就啊？现在定不下来。定不下来啊？嗯，那我二姨下降，那我二姨下完降就撤呀。这会儿这样吃啥呢？就搁这儿待着了，夏天呢？夏天搁这嘎待俩月。待俩月就？那咋的不得待到国庆节呀？那不是有俩月不就到国庆节了吗？啥玩意儿俩月就到国庆节呀？到国庆节给他收完地就走呗。行，你就夏天你就在这儿好好维持，完再给你老再请走。我按月给你打钱啊。行，嘎嘎准成，嘎嘎准成，你知道不？还上大猪呢，上大猪这回。哎，你头一天就见钱儿，你就确定说这几个月我就在这儿了啊，不走了，然后指定是准成，上大猪。你看我办事行不行就完了。办事行，嗯，大胖最仗义了。你这就完事儿了。昨天吧，昨天你妈说的，这晚上啊，人家你那个妈都不起来。嘿，昨晚上我告诉你啊，起了5遍。
你那茄干这大伙儿能熟吗？咱们熟呢。不是这大饼子老好。这大饼子行啊。哎呀，你尝尝还行啊。咦，又来了。哼，哎呀，我的天。哎，给他洗个澡。嗯。洗个澡，洗个澡。完了，搁炕躺一个多小时。茄干晒白了，那就说明你晒的不好，搁太阳底下晒的。啊、晒你要是搁阴凉处。晒黑了呢，茄干晒黑了就不行呢，晒白了你都不懂，啥也不懂。是吗？你茄干得晒白了。晒白了。嗯。人不都搁阴凉处晒吗？没那事，你搁太晒豆角丝你晒绿了，晒茄干你晒那个黑了，那是好的吗？晒都就晒黑了，搁黑阴凉地方晒不一半还不干，那不黑。啊、嗯。豆角丝啥行，背个呢。啊、嗯。绿，你啥人不懂？哦，是这事儿啊。那我上哪儿懂呢？那你妈尝尝，这茄干好吃，以后给你抓一把。你看我老谁都没问，就问我了。吃饭啊，就我没吃饭呢。您的儿子还没吃呢，不问你。嗯、啊，不问他儿子吃不吃了。上人嘛，那还了得。真的，这小生菜老好了，涮火锅真行啊。走啊，我二舅又来点啊。这酒看来是喝的慢呐，度数高啊。为了达到那点鱼。走了，走了。你下月还来，下月还来，下个月，下个月还来啊！别没事儿。回家，我中午饭都没吃，中午。随便吃了，给你做。一点也不饿呀。坐大胖车上四平了。晚上吃饭，你俩去不去？啊？我们几个上饭店了。啊，晚上你们几个上饭店？啊，行，上我那儿炖菜去吧。嗯，行。啊，行，去吧。他让咱爸六点去找他去。啊，六点去啊，六点到六点不饿吗？他说他不饿，他写到他拿电话了，饿就给咱爸打电话了。啊，行。吃啥呀？我二姨来了，整点硬菜。走，我买菜去。十块钱俩。那辣椒，那来几个吧。整根高里得了。整根高里。拧下入味儿，哎呀，这排骨下不少油哈。那豆角咋烤的？都是我往里一倒，盖上盖儿吧。中午我都没吃呢，你说这老太太抠的到啥样了？谁你拿来了，你还能拿回去啊？不拿回去，你大姐要吗？你要不要的？她不得在这吃吗？那也够了。这哥俩好看。这多好看！哎呀，哎呀，那天喝咋样？那天大姐，哎呀，我的妈！别提那天，赶紧的。哎呀，又带菜来的呀，必须带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硬了，太硬了。猪尾巴加猪蹄子啊！那天喝咋样？喝的开心不？开心。今天还得开心呗？不，喝不了了。啊，今天开心点儿的。必须忌酒。必须忌酒。这个玩意儿是牛尾巴。撕一撕。到底得给我姐夫来个好酒啊！手机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啊？来，嗯，我俩不能整一瓶啊，我可陪不了我姐夫那些，我就来一小杯啊。就你，我必须来一小杯。哎呦，我今儿菜太硬了，感谢我大姐友情赞助大猪蹄子，大哪大呀？牛尾巴，这小青菜，猪尾巴。韭菜炒鸡蛋，农村的大对付，然后关键是这股排骨炖豆角，排骨没往上面搂一搂，往上面搂一搂多好。行，好菜放底下，行，可以。来吧。那天整一宿，哎呦，那天整一宿，你第二天不难受吗，姐夫？第二天。这迷的糊吗？来，走的都是太空步。大侄女。你们的盛情款待啊！哎呀，来喝口。啊，这个我还是可以接受。哎，我这渴了，我干了。渴了，谁不渴了？咱俩先整瓶啤的，完再倒白的。那天我在楼上，我迷得糊，我听咱说，这酒咋这么甜呢？喝的老开心了，喝到三点。Thank you.
反正喝到几点我不知道，喝过一宿睡觉。我本来我还紧等，我也没睡呀。紧等完事之后，我寻小胖得上楼眯一会儿呢。嗯。我一听到话，好像有人说不醉了，我迷糊，我就有点睡着了。我要是听大姐说一句什么，这酒咋这么甜呢？昨天我也准备菜，完了昨天没去。嗯。都招呼我了。嗯，招呼他了，不去啊。那去干啥去？嗯。干啥整去？买去了。不买哪来的？喝上了。嗯，好酒。我今儿个给大胖贴的，大胖去了一瞅，我的妈的呢！太素，没法吃。嗯，是吃饱了，还太素。完回来我放不开锅里了。嗯，他中午整茄子干锅。完我说的谁让你搁家吃饭了？我吃了一袋泡面，我说那你。就是知道你别真早告诉我去你整饭呢，我说谁知你搁家来啊，整一整吧，来吧，啊，来来来，多吃菜，慢慢喝呗，是吧？对，嗯。我大姐讲话了，没有菜咱就奢呗。不是，你不是那说大姐，就吃就喝，没钱就奢。小辈都没美呢，来，太多了，干杯。嗯，哎，来，你看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现在嘎嘎投喂呀。我跟你好，我这边还有点有点不大好意思。不是，我还能有我不好意思事儿？关键我媳妇儿精准投喂。就只要你吃那个。那天走了，给我收了两大兜，我都拎不动了。给你收拾啥了？你这说那话，我大姐没收拾着。你这么整不扯的吗？一会儿还得给我大姐收拾点，一会儿我再给你收拾点。啊，对，给我收拾。您收点，收拾点泡菜行不行？行，那我就我没有啊，完了，他又没有了，那是小事儿。那天走吧，你是咋的？你们都撤了。我就开始划了冰箱，划了货架子，然后就一顿划了，给小胖那小书包装的满满登登的，小胖背都有点费劲了。完了给老姨那个小米酒啥的都给他也装俩大兜子，提俩兜子走。你这扯不扯呢？一会儿匀乎点吧，他俩一家拿几包泡菜得了。你没看我老公说没事，两大兜子，你这情商真高。朋友们，你说也不说你熟那些就完了呗，谁到了就瞎说，得便宜你还卖着乖，你是嗯，我没捞着就没说，你就不说就完活了。哎呀妈，眼泪你这么整，你说我大姐没捞着，我二姨没捞着，完了呢一会儿再给我们分到怎么点啊，完你把我陷入不仁不义之地。我是跟张楠偷摸说。你偷摸说，你当人面说，你这么大声，你扯的吗？那我那可我都听见了，你说。那还有我呢不是？那还有你啥了？我都应该让你找你报销了。你这么整，你都给我整完了，你说。我趁啥呀？一会儿整急眼了。你这么整，你说我给你和小胖拿两兜子，你就消停着呢。完结果呢，你这么一整，给我冲坏了。你这扯不扯？你这扯。喝酒的时候谁记得呀？我没喝多。这儿来。你好人吧，都是和稀泥。你呢是瞎揣过来。真的。你都和稀泥，都是把。就你这几个词儿，你识别字幕，你能识别出来？挺能啊！你就说嘛，好人不都是嘛？把这个事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他呢，就这个里挑外撅，扬沙子。我说啥了？你们把视频回放一下。那人我大姐当时眼睛就一横了，你当时就能听出音儿来。你那个把东西拿走了，给你装两大兜子。说了，给你装两大兜子，关键是这一点。嗯，你哪怕说装两袋啊，或者啥，那也行。你看看你老姨，尾巴没拿，是猪蹄儿没拿，完了还整两大兜子。你大姐呢，是连尾巴再猪蹄儿。啥也没捞着，完完的了，完完的了，啥招没有了啊！来吧，跟我姐夫喝一杯吧，上老火了。别说兄弟，是你别提，你别提要你老弟，然后我一会儿我给你拿点，高低得拿点。咱就不说了啊。啊，对，那高低得拿点。我
逗死我了。你这啥也不说了。